摩羯座，我们香港人又叫山羊座的朋友们呢，从这一个双子座的满月，直到农历的十一月尾，就是我下一次出那个星运的，那个这个期间呢，那当我看塔罗牌，也当我看再看那个星象的时候，那个message 是很明显的，很简单，就是你们会给讲坏话，就是背后有一些小人去搞一些小动作啊，去攻击你们。对，尤其是第一，尤其是他们是一个土象的星座，就是说处女座、金牛座，或者是你们的那个朋友，就是摩羯座。OK， 第二就是说，在那个职场上，就是你们工作的地方，有一些背后有一些小人去搞一些小动作，是不是很暗啊？那没关系吧 ？OK， 那从那个塔罗还有星象上要去如何去解释呢？那我现在我近期我就不讲，因为这个其实是我多年以来自己去观察的那个成果来的，那是我自己那个经验自谈，所以就请大家给我留一手好吗？我就不跟大家去解释，但是你们自己可以去感受一下，你们接下来这个时间，就是尤其是在你们工作的地方，会尤其给那个土象星座去从背后去害你们，那你们自己要当心咯。